有一道美食伴随着安徽人度过了一年四季，也是徽州人待客时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，它就是徽州腌肉的代表刀板香。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出产腌肉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徽州人一样把五花肉腌得如此晶莹剔透，流汁异香。许坚定是从徽州走出的徽菜大师，在腌制刀板香时，他始终坚持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，取一块农家土猪的五花肉，把食盐均匀地搓进它的表面。炒盐的时候呢，放几粒花椒上去，因为它那个盐去虫子之类的。手掌压着肉，用按力往前推，像那个按摩一样的来回地这么搓。边上呢，就把那个盐呢，尽量的把它抹均匀，也搓均匀。搓好一面再翻过来，翻过来也是这样子，正常的这么搓个几遍。当盐均匀地渗入到五花肉的表层，便可以拿去腌制了。经过40多天的腌制，盐分被五花肉充分吸收，接下来便到了刀板香制作过程中最漫长的环节——晾晒。在阳光的催化下，微生物缓慢地分解腌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，生成各种鲜味物质，这就是刀板香香味的由来。当腌肉呈现出这种油蜡般的质地，表面渗出金色的油脂，这条五花肉便成功升级为一块优质的刀板香。将一整块刀板香冷水下锅，加入调料，大火炖煮。调料呢，就放点生姜啊，放点小葱啊，别的调料都不用讲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好的食材。选用拱形的木质锅盖，让蒸汽在锅内反复循环，锁住腌肉的香味。煮制的时间需要恰到好处，当用筷子可以把肉扎透，晶莹的肥肉与丝丝分明的瘦肉浸满油香，这时刀板香就可以出锅了。刀板香从锅里捞出来，一定要趁热气，趁热气才有的那种香味哦，直接扑鼻，很香的。刀板香既保留了腌肉的咸香，又肥而不腻，咬上一口，丰腴的肉香在唇齿间浮动，回味无穷。一片刀板香伴着徽州的青砖黛瓦传承千年，化作每个出门在外的黄山人都念念不忘的家乡味，才下舌尖又上心头。